加厚加固不锈钢，表面拉丝处理，耐腐蚀，易清洗，坚固耐用，不易变形。机身自身配有食品级材质的加大方形裹粉槽、方形斗栏、圆形水槽、圆形进栏、调料置物台和底部置物架，超大容量，坚固耐用，易于拆卸，方便实用。裹粉操作演示。首先将裹粉倒入方形裹粉槽中，将腌制好的食材埋入裹粉里，用手重复按压多次进行充分裹粉压实，然后将食材放入圆形进栏中，进入装有冰水的水槽中3到4秒钟取出，再次放入裹粉槽中进行裹粉。如上重复裹粉3层，注意最后一次裹粉完成，要将裹粉后的食材放入斗栏中来回抖动一下，将多余裹粉抖掉，即可将食材放入炸炉油炸至熟。安装操作演示。首先安装裹粉台支架，先将裹粉台支腿装入操作台背面的圆孔中，然后将短螺丝安装入此螺眼中固定支腿，其余3条腿依次按照此步骤安装好即可。其次安装裹粉台底部置物架，根据需要的高度将置物架的螺眼对准支脚上的第一或第二个螺眼，然后将螺丝安装入此螺眼中固定置物架，其余3条腿依次按照此步骤安装好即可。这样